大家早安，我是林老师。请问什么叫做 Sunny Girl 或者 Sunny Boy？ 在上课，我常常听到我的学生说这个片语。那我知道说中文的时候，太阳或者阳光男女是非常好用的说法。其实不少台湾人有告诉我说，我就是作为 Sunny Boy 的一个例子。那你觉得呢？我是吗？无论如何，英文的说法有所不同。那其实英文有几个说法你都可以用。最靠近阳光女是 Ray of Sunshine， 所以会说 She is a ray of sunshine， 她就是个阳光光线。也可以用 bubbly personality， 所以 She has a bubbly personality， 她很活泼，很乐观。其实更简单的可以说 He's very upbeat， 或者 He's very positive。 其实这个意思上是跟 passionate 有关系。其实我已经有拍另外一篇讨论热情的英文用法，可以去看看。那你下一次碰到一个阳光男女，你就知道怎么描述他的个性。记得哦，按个赞， I'll see you next time。